美国歌手小甜甜布兰妮在2022年宣布与小12岁的健身教练山姆阿斯加利结婚，不料这段婚姻才维持一年就被证实两人已经离婚，消息震惊外界。日前山姆的家人向媒体透露，他们对两人离婚的事情保持着赞同的态度，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。其中有知情人士爆料称，虽然山姆的家人一直以来都给予他许多的关爱和支持，但心里却一直认为布兰妮并不适合山姆，而且山姆的家人在两人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曾建议山姆尽早放手，免得日后陷入其中无法自拔。至于两人的离婚官司，山姆在文件中表示，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化解的意见分歧。不过，关于外界疯传的小甜甜外遇导致离婚一事，知情人士则强调没有这个可能性，而是因为他和山姆想要的东西有所不同，甚至连要不要生小孩都无法达成共识。